如何？心情好些了吗？我要开始画了。风来起笔，雨来入画，山展千色，月映万川，画境永无尽头。嗯，我在。嘘，你不该认识我的。你救我时的手掌温度，我现在还记得。我是一名画师，其他的一切称号都不重要。秋天不该只有萧瑟悲凉，而该是绚烂又热情的，就像今晚的秋景一样。事有万千，但总会有一件让你迷醉其中不能自拔。于我而言，那便是画。如果你也会画画就好了，我画了很多关于你的画，也有些好奇你心中的我是什么样子。离家时弟弟尚还年幼，若能在离别前抱他一下就好了。满目尽是黑暗，但画中仍有不灭的颜色，还有仰望与追忆，向往与心愿。不知道父亲可还好，可惜我永远画不出他想要的景象。青鱼出水过，见了花的样子很美。我在那请未画完的壁画中留下了你的样子，愿它同时光长存，永不褪色。不知道父亲可还好，可惜我永远画不出他想要的景象。画画的时候都在想什么？其实心里好像是空的，什么都没在想，时间也很快就过去了。是吧？拿起笔的那一刻，一切便都不一样了。我可以停住时光，锁定印象，那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位神。对于我心爱的笔下世界，我便是唯一而独断的造物主。听起来有些傲慢吧，但那的确是我最幸福的时刻。画画的时候都在想什么？其实心里好像是空的，什么都没在想，时间也很快就过去了。首先要做的是找到你的钟爱之事，那种你愿意为他放弃其他选择的事。不要为了坚持而坚持，那到最后会变成滚雪球一样的痛苦。从渐入佳境到废寝忘食，从初出茅庐到炉火纯青，不为求结果，只为自己内心的热爱。只要真心希望，就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。来得刚好，这幅画快做得差不多了，是此前跟你一同见到的熏山风景，觉得怎么样？抱歉，我的心情有点复杂。父亲以前教诲过我，作画不是为讨好别人，而是要赋予其意义的。但我觉得，所谓的意义都是观者解读出来的，不是作者表达的义务。如果抱着这个目的去作画，可能原本心爱之事也会变得痛苦。我自己想要的，还是把作画还原到最本质的快乐上，
想清楚了，我可以很高兴地回答你，你能喜欢真是太好了。来得刚好，这幅画快做得差不多了，是此前跟你一同见到的熏山风景，觉得怎么样？不太喜欢这里的颜色吗？没有不开心，我只是在猜测你的喜好。虽然一意孤行是一条危险的路，但我并不觉得这里用错了色。刻意迎合他人的审美，最后也许会失去自己的风格吧。所以先告诉我你的喜好倾向，我再来重新审视一下吧。此前熏山一别，害你担心了。我在这里很开心的，每天都能作画，做我心爱的岩彩画。偶尔放下笔，的确会有些茫然，身边没有可以说说话的朋友。这时候，我便看笔下的画，想象着新要做的画。他们便像都有了生命，兴奋地向我介绍着自己，不知疲倦地绽放着光芒。那时候，心底莫大的欣慰，便会冲淡那丝落寞了。有舍有得，为了这一刻的灿烂，一切都值得。此前熏山一别，害你担心了。我在这里很开心的，每天都能作画，做我心爱的岩彩画。虽然可能有点过分，但我从不觉得如今的处境是困境啊。对于家中限制我作画的方向，不允许我沾染色彩的管束，于我而言，那才是真正的囚禁吧。外界的苦楚，忍忍就过去了，但精神的枯竭，是什么都填补不了的。所以于我而言，现今的命运，就是自由。为什么你看起来并不开心呢？是有什么心事吗？不要一直压在心里，可以说给我听听的。总是在讲话，这次就和我讲讲你自己吧。意义，每个人的判定标准不同，所以也有不同的定义吧。有些人的意义是为了受到瞩目，超越他人，赢得奖赏，而另一些人是为了一刻的好心情，一眼的好风景，和身边重要的人的笑脸。我更愿意做后一种，我喜欢你原本的样子，我看到你笑就会很开心，所以让你笑起来，便是于此刻的我来说最重要的意义。为什么你看起来并不开心呢？是有什么心事吗？不要一直压在心里，可以说给我听听的。总是在讲话，这次就和我讲讲你自己吧。何须他人认同？如果要让所有人满意，那可能意味着什么都做不了。以前也有人说过，我的选择是孤芳自赏。可这又如何？孤芳自赏，至少也是让我赏心悦目的乐事。
不管别人如何看待，至少此刻的我是开心的。不需要成为更好的自己，做自己就好了，前面什么词都不需要。金兰地处偏远，受黄沙侵袭，半为荒漠，半为高山。记得小时候难见雨天，每逢天降瑞雨，弟弟都会很开心。相比之下，你更喜欢何种天气呢？晴天应该是橙色的吧，热闹而响亮，让人心生温暖。也许这就是金兰人管晴天叫做想晴天的原因吧。我吗？我一样，都喜欢。晴天观晴，雨天观雨，是心情决定天气，不是天气决定心情。不过现在知道了你的喜好，也许我以后会有一些偏向了。金兰地处偏远，受黄沙侵袭，半为荒漠，半为高山。记得小时候难见雨天，每逢天降瑞雨，弟弟都会很开心。相比之下，你更喜欢何种天气呢？雨天最适合作画了，雨声筛掉了外界的杂音，只剩下一片宁静。沉浸身心，投入到心爱之事里，也是很幸福的体验。幸运的话，转头还能看见彩虹，就当是上苍赐给自己的家长。我吗？我一样，都喜欢。晴天观晴，雨天观雨，是心情决定天气，不是天气决定心情。不过现在知道了你的喜好，也许我以后会有一些偏向了。Thank you.